太极推手，时以横捋挤按踩裂肘靠八种方法来组合起来的。所以下边我就单独的把这八种方法再讲一下，讲一下这八种方法的用法。说第一种叫横，横是理解是八面支撑之力，所以它是一个圆形的八面支撑之力。所以在搭手里边每一个动作它都可以产生这种棚劲儿。棚劲儿在应用的过程中，在打轮推手过程中向外加棚劲儿，这个一个饱满的棚力，一个饱满的棚力，然后唰，这样一个唰一个棚劲，棚劲它不是往前按的劲儿，就是一个周身饱满的合力，烫，这样叫棚，然后这样它在按的时候，然后往外加一个棚劲儿，然后啪，这样一个棚力。这个捋是搭着对方的手下合的力，然后在缠绕的过程中，只要搭着对方的手的时候往下合的力，顺着下捋的时候就是向下走的这种力道下捋，这样一个合力，这个动作叫捋下合。对，再来一次啊。好，下合的力，这样叫捋。横捋挤，挤好像一个以腰肌为轴的一个圆弧，咱们每个家里都有一个门，没有门转，以门转为轴心，这样一个圆弧的转动下都叫挤。所以在横捋是向外横旋转的过程中，那就叫挤。是要在套路里边，是不是有左右缠绕，要斜行撇身拳，这样左右旋转，这里边都包含有挤劲儿。挤其实里边也包含有靠的动作，这样向外横，这个就叫挤。挤的时候要这样一加速度，然后一加速度，这就用挤，挤的旋转力，是吧？这叫挤。Thank you.
按着这个动作，那就是两个人搭手以后，这合住这个力，他对方好像这样捧着，他有一种捋的感觉。他这个是他要快的话，他就变捋。这个时候你要能合住对方的劲儿，这样一个按劲儿，按，那两手下沉，前合，然后对方他抗力的时候，你可以前带，然后擦，这样一个按劲儿按出去，叫捧捋挤按。